5月19号，香港男艺人陈伟霆通过微博晒出一张身着香蕉造型服装的萌照，并留言称：“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够胆吃我呀，吃我呀，吃我呀！”还真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面对如此诱人的大香蕉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我来吃你了，快来人呐，香蕉成精了！”陈伟霆，你别诱惑我了。照片中的陈伟霆身着香蕉造型的衣服，双眼瞪得老大，这卖萌的小表情真是惹得网友欲罢不能。周围一群小猴子更是直勾勾地盯着陈伟霆，生怕他跑了似的。确实，如此鲜黄滑嫩的香蕉人，怎么叫人不动心？前两天我们大王还手捧大树玫瑰拍照勾人，而明天就是520了，陈伟霆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他的女皇们示爱呢？对于前段时间网传大王与阿萨分手一事，近日接受采访时，阿萨也已经否认了。看来现在的大王事业顺利，感情甜蜜，没有什么不让人放心的了。芒果捞新闻，陈伟霆这个逗逼，明天还会有什么新花样啊？报道。5月19号，香港男艺人陈伟霆通过微博晒出一张身着香蕉造型服装的萌照，并留言称：“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够胆吃我呀，吃我呀，吃我呀！”还真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面对如此诱人的大香蕉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我来吃你了，快来人呐，香蕉成精了！”陈伟霆，你别诱惑我了。照片中的陈伟霆身着香蕉造型的衣服，双眼瞪得老大，这卖萌的小表情真是惹得网友欲罢不能。周围一群小猴子更是直勾勾地盯着陈伟霆，生怕他跑了似的。确实，如此鲜黄滑嫩的香蕉人，怎么叫人不动心？前两天我们大王还手捧大树玫瑰拍照勾人，而明天就是520了，陈伟霆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他的女皇们示爱呢？对于前段时间网传大王与阿萨分手一事，近日接受采访时，阿萨也已经否认了。看来现在的大王事业顺利，感情甜蜜，没有什么不让人放心的了。芒果捞新闻，陈伟霆这个逗逼，明天还会有什么新花样啊？报道。